为着要让士大会当得到妥善的关怀和照顾，淡水社区每礼拜拜一到拜五，拢会来举办各种的课程。八号早起时，社区特别规划志工盘脑相合会活动，带士大来到社区的生态池收花，嘛希望透过关怀祭典的成立，帮助长辈快乐度过每一天。士大得到音乐摆动，运动筋骨。一时失志，不免怨叹。差不多这个时候，那个荷花盛开哈，最漂亮的时期，所以陪一些阿婶阿嬷啊来看看家家咧。都在空气真好啊，搁袂歹啦，在整理啊真舒适。南市社区是一个真好的所在。已经解封，南市社区关怀祭典也开始叮当起来。加上署理事长陈明素儿上任了后，积极推动照顾长者福利，将社区关怀祭典扩大服务，增加到十个时段。即届也特别规划志工办老赏荷趣活动，带长者来社区的生态池欣赏荷花。中大有食饭无？对啊，自我哈上任两年来哈，我下拜一甲拜五哈拢有食饭哈，啊下在时哈老岁下到时食饭，下在时老岁啊拢来社区哈祭奠遐，啊都反正反正工卡教跳舞啊，反正画图啊做物件，都啊上课啊，你啊都啊看电视唱歌。反正唱歌吼，即卖今仔日就是讲要带遮老人吼出来这，咱这凊彩伫遮这荷花吼，遮看荷花啊来遮运动，啊较遮行行会较凉，啊危险啊咯，反正跳舞，反正危险啊唱歌拢有啦。大家若无共款的活动课程，除了会当互长辈出门行行的，上个重要的是透过人甲人之间的互动。让长辈感受到陪伴温暖，在志工的努力之下，让每一位长辈都可以欢喜的游戏活动开讲共餐，让退休生活更加乐龄。就将华新闻林桂英、罗刚彩虹报道。